顺产有哪些好处？顺产的好处是比较多的。对于母亲而言，她可以保持妈妈的生殖道的一个完整性，没有子宫的那个切口。第二呢，它可以有利于我们的早开奶，对宝宝帮助早吸吮、早开奶。第三一个呢，它有利于妈妈的形体的一个恢复。第四一个呢，能够帮助妈妈呢更好的帮助子宫的一个复旧，减少出血，帮助恶露的一个排出。对宝宝而言呢，顺产呢它可以防止一些肺部并发症的一个发生，因为经过产道的这个挤压的过程，可以帮助宝宝胎肺里面的肺液的一个排出，减少新生儿窒息的一个发生率。同时呢，经过产道挤压的孩子，在未来的话，他可能会减少他的一些多动症这一类情况的一个发生。